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用线和点来完成一幅画。首先，我用记号笔来画一棵树干，画两条线，就是粗线了。我们用油画棒。再涂一下色，我们用弧线画一个地面，用油画棒涂上颜色，老师把油画棒把它平躺在这儿，这样涂得更快一点。我们用水彩笔来画水面，停，停，不要画过。我们用红色的水彩笔画一些小鱼儿，一摁就可以了。用黑色的记号笔点个黑点儿，就是鱼的眼睛。水里有些水草，这些柳枝一直长到水面上，加一些柳叶儿，如果我们写日期写在这里，2017.9月，这里写名字不要写太大。
补些黄色。Yeah.